收拾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嗯，哎，南姐。住院手续办完了，然后给了一个奖品嘛。哎呦，就这。梦寐以求的这个枕头终于给我了。回去睡个踏实觉了。嗯。可以来回翻身的吗？对，就是放耳朵的吗？嗯。哎呀，这设计挺巧妙。对，因为这边耳朵做完手术以后，它不能压着的嘛，所以说这边给扣了个洞。嗯。然后就带着它，这个洞正好，哎，正好套着放在里边。套在头上，方便。对。这挺好的，保护耳朵是吧？对，走了，楠姐哈。好嘞。有什么电话联系哈？好嘞，电话联系。好的好的，拜拜啊。怎么这么多人呢、啊、咱俩别排队了，等他们走的差不多了咱再去检票啊。嗯，万一让人把你耳朵挤了咋办啊？你挤坏了让人赔十，还以为你碰瓷儿嘞。啊，咱不凑那热闹了，咱俩找个地方坐着。嗯，咱俩刚才那么饿哈，一个人吃碗泡面就立马就不饿了哈。嗯，是呀、啊、真神奇哈。对，据研究表明哈，嗯，饭能解饿。是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太聪明了，你聪明绝顶啊你！我太佩服你了，你怎么总结的？这就是社会经验，生活经验。你是我的偶像。终于到烟台了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对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帮阿姨拿着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啊，走走走！怎么样？还行。哎呦，我看见我。恢复的挺好，非常成功。啊，走走走，回家再说吧。恢复的好就行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能拿动吗？能。啊。哎呀，看见你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那种感觉，怎么了？心疼。没事，他不疼了。不用哭，别哭，赶紧走，回家回家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先去我家吧，我那个菜啥的我都准备好了。嗯。一会儿叫那个大姨雅玲，还有雨辰、小生蛋，都上那个俺家去吃饭吧，给你接个风。行，好吧。好，给。谢谢，不用客气，里边反正什么都有，都是吃的，小吃什么的。正八经北京货。对呀，撕开尝尝。还往这拿啥呀？少点尝尝吧。哎呦我天！我寻思小孩都在家等着呢，不给大人吃怎么也得给小孩吃啊？哎呀，哎呀来了！哎呀，拿这么多东西！哎呀。还整这么有仪式感、啊？恭喜你！哎呀！赶紧坐，就等你自己了。哎呀！怎么下班这么晚？哎呀妈呀，太晚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今天确实没人上班。哎呀！哎呦我天哪！这都买了什么呀、啊？这都是。买个小蛋糕。哎呀！庆祝你手术成功！给你买了几件衣服，然后一会儿你试试。看看哎呦，还给我买衣服？这也出来了，也出院了。出院了。今天就缺两个姐夫跟干爸。对，等下次吧。对，今天早上出院，然后那个耳朵我也都看了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然后手术呢非常成功。嗯，是吗？对。好，证明我这个决定做的是对的。这样就行了。成功了，大家都放心了，对，都有福，是不是？都有福。然后呢，我让你们把这个看一看这个照片哈。但是你们看了以后，你们别啊，对，你们别害怕，因为是这个恢复期呢，它是3个月，现在呢，他耳朵还肿，还不到最佳这个恢复期。来，先给雅迪看，您看，害怕不？小孩不准看啊！小孩不准看，小孩不能没看。哎呀，真的哈，嗯，出来形状了，它就是有点肿哈，对，一点，对，怎么地得3个月啊，才能挺好，是打的，下面这块是自己的，下边是我自己的，上面是植的皮跟头皮，对，挺好的，做的这个型哈，对，应该就是肿吧。没事儿，走就好了。对，就好了。因为现在是一个耳朵的这个形状了。嗯。咋了？咋了？啊？不忍心看。现在不是最佳期哈，最佳期还得怎么得等到2-3个月以后恢复，它才是最佳期。医生说了，这个手术做的非常成功。嗯，太好了。所以说我看了这个照片以后，我这个心里边我一块石头我也落下来了。也踏实了哈。也是我想要的。嗯。这种形状也是我想要的这种效果，嗯，我就是预期的这种效果达到了，
错。顾主任也说了，说以后如果说咱俩要是吵架打架的时候，别拧着耳朵。对，拧那个好的。对，你要是拧着耳朵的话，这你真的，你要是你一拧，他就容易给拧坏，拧坏了以后，他重新再去弄，对不对？你别打耳朵。对。你晚上去我家吧，去我家住几天，然后给你做点好吃的，补一补。不用了吧，要不我在姐家住吧，在姐家住两天，还得换药什么的，怪麻烦事儿，你还得上班什么的。换药我给你换行了。你会换吗？我怎么不会啊？哎，换不好还坏不会吗？不用。对、啊。暂时先不去住吧，也住不开。怎么住不开？有沙发、啊。不用了，先在姐家住吧，先跟姐家住两天，我都回我自己家去住了。你去你自己家住能行吗？主要的就是养，静养就行了。我给你买几件衣服，你试试看合不合适。耳朵治好了，这不是吗？就得打扮起来，是不是？嗯啊，行，是不是？行。哎呀妈！但是我买这么多。但是我不知道你穿的那个啥，嗯，合不合适？肯定都合适。我觉得能大，能大能肥。你也想再长点肉。行，挺好的。白色的这个小衬衣，嗯、还有一个是个小牛仔服。嗯。哎，这好看啊！但是不知道它能不能撑起来。嗯，行，看着都挺好的。好看。能。看着好看，就是里边搭个白色的 T 恤，然后再搭个这个牛仔服，是不是？行行。跟疙瘩一样穿。行行行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好看，好看，行。好看，真有眼光，你。嗯。真有眼光。这个是个小运动裤，嗯，行，是不是？行行，挺好的，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这个裤子我觉得，对，这穿上去肯定够帅。